Good morning. 我觉得呢，在度假的时候能够吃一顿丰盛的早餐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This is an old-fashioned pancake. It's gonna be nice and thick. 哦 that's a pretty one. 这就是今天的早餐 ，pancakes, grapes.Coffee. Ranger, you wanna go swim swim? You wanna go swim swim? Yes, 是的，我们现在在湖边小屋。这个礼拜我老公放假，所以昨天我跟他开车开了16个小时，从加州直达 Idaho。 这次旅程应该算是我跟老公从两人世界变成三人世界之前的最后一次旅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算作是 baby moon 吧。虽然说他爸妈还有他弟也在这边，但是呢，最后是能够两个人无忧无虑的享受这种放慢步调、享受大自然的这种旅程。Good brain. Oh, we've never done that. Come on, You're so close, buddy. 度假必须要吃的就是 pico de gallo， 因为呢是一个很方便的点心，肚子饿的时候吃它也不会有太大的罪恶感，因为大部分东西都是蔬菜水果，就是把番茄、紫色洋葱、绿色的青椒、香菜、盐、一大堆的蒜头还有胡椒全部都放在一起后，然后就给它搅一搅，就这样子完成了。然后呢就是再加一些 tortilla chips，然后把 tortilla chips 当作是汤匙一样，把 scoop it up and eat it。有人越野脚踏车回来了。Hello。Hello。How did it go? It was good. I'm so sore. You biked for a long time. Biked like 20 miles. Wow. All downhill. Show me the gash. Oh, it's wrapped up. How did you wrap it up?Did you have gauze with you? I had gauze with me. Super glue? And tape. Cameron's gonna do an operation on his leg.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No comment? 这位急诊医生要自己把他的伤口联合并。You're gonna provide a hand, just relieving the skin tension. Look!通常呢我们在湖边小屋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家人在这边，因为这个小屋是他妈妈跟他妈妈的两个姐妹一起共同拥有的，然后他的姐妹们都有小孩跟孙子，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在一起在这边过，就是有点家族团聚的感觉。但是因为冠状病毒，然后他妈妈这边的家人都住在加拿大，所以呢去年跟今年只有我们的 immediate family， 就是我跟我老公、他爸妈还有他弟弟在这边。我记得去年来湖边小屋的时候，我们才刚决定说我们要开始，就是have a child。然后今年来湖边小屋的时候，我已经怀孕6个月。Wow， that's pretty crazy。给大家看一条肚子。去年我们来湖边小屋的时候，我也有录一个 vlog， 你们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基本上那个影片就是让大家感受到一种美国白人文化的度假方式，花很多时间晒太阳、游泳、读书，或者就是坐在阳台看风景。让我们能够放慢生活的步调，然后就是彻底的放松。来到湖边小屋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做劳作或是美工，所以呢，来这边之前，我特别买了一个十字绣的 kit。我跟我老公一个人都有一个圣诞袜，都是我亲手十字绣的，所以我想说，用这个机会来十字绣一个给未来的小 baby。我
们这次来这边度假的时候，我老公特地把他的越野脚踏车从加州一直载到这边，因为这边附近有两个 ski resort， 就是滑雪的地方。那冬天可以滑雪，那夏天没有雪的话，他们就会把它改成能够开放给越野脚踏车的人。所以呢，就是那个 gondola 可以把他跟脚踏车一起直接载到山顶，然后呢，他就骑脚踏车冲下来。我老公跟他弟去越野脚踏车，所以呢，剩下我跟洪家 Ranger。I think we're gonna play some fetch， 让他游个泳，累一下。老公回来了，我们去迎接他一下。他今天可是骑脚踏车从早上9:30骑到下午4:00。Are you dusty? It's kind of dusty. What? I think it looks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It was fun. Is it better than yesterday? Yeah. You look like you rolled around in the dirt.Just once or twice. 这是今天的晚餐，沙拉、烤牛肉，还有 veggie bake， 里面有一些 parsnip 马铃薯、beets and onion。通常我们的晚餐就是会轮流负责，我会煮了前2天的饭，然后我负责的是第3跟第4天的饭。我第一餐煮的是 chicken enchilada， 话说这个 chicken enchilada 实在是太好吃了，原本是想要让大家能够吃两餐的，结果呢，我老公跟他弟就是两个还在等待多的两个男人，就把我们全部的 chicken enchilada 全部吃完了。我老公他弟买了一台休旅车嘛，就是一台很大台的车，因为他想要把它改装成就是能够睡在里面的那种 camping 的 car。不是很确定他到底在干嘛，只知道他在改装东西，里面空荡荡的。银色的东西是他弄上去的，然后他买这台车的时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找像屋顶这样，然后他把这个黑色能够保暖的东西剪一剪贴上去，这个也是他剪的，把它粘上去，所以才不会凹凸不平，到时候他会把一块木头给它放上去变成地板。你看他那边洞已经钻了，那个地方就是太阳能板在上面，然后电线要从那个洞钻进来。这次度假渐渐进入尾声，我唯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享受我跟我老公的两人时光，还有跟他爸他妈还有他弟。但是呢，就是要好好享受最后一个能够在湖边还没有小孩的时光。当然以后生小孩以后一定会带他来这边，因为呢，我觉得一定要在让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亲近大自然，但是到时候就是会有不同的责任，不会像现在这么无忧无虑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这应该是快要当妈妈的一个心情吧，就是一方面觉得说，哦，我跟我老公现在的生活模式非常的习惯，非常的舒服，就觉得有了一个小孩就会好像打乱了我们的一个生活模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很期待能够赶快带着这个小孩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体验我跟我老公很享受的事情。反正小孩会来这件事情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呢，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好好享受当下，到时候小孩来了以后，我们再好好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时光。
明天一大早，大概凌晨早上五点的时候就打算要出发回去加州，所以呢，今天算是最后一天能够享受这个湖水。昨天呢其实是下雨的，所以现在气温其实有点冷，但是毕竟我们明天就要走了，所以我们想说来一个最后一次的冲刺，最后一次的跳水，然后呢赶快跳进去，赶快跳出来，然后就要来打包行李。Just to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do nothing. Yeah, honey, that's my own getaway. It's your hair holding mine and my head on